瓜，土瓜环700万卖力，又系要涉阳，一间就涉阳638万，而家最新呢一单就涉阳650万，过嚟睇睇。呢度是土瓜灣落山道，現在就講2022年的3月24日星期四晏晝嘅5:51，收到風。涉陽啊，即係過嚟睇睇啊，700万入貨嘅時候就沽咗呢個650万，加埋手續費嘅時候蝕大概85万左右啦。呢個落山道全部都係車房嗰啲位嚟㗎啦，咁樣就呢一邊嘅落山道比較少重建，嗰邊落山道咧就啱啱平機好多收購就重建多，咁呢個縮咗入嚟呢個停車場入邊更加死啦。嚟睇睇。嗱，望住呢一間嘅大鄉里食店嘅時候咧，我曾經同你講過啫，就啱啱成交咗，就係700万買入嚟嘅時候就沽咗，就638万啦。咁呢個就租金係11,500蚊。咁今次唔係講呢間，呢個係側邊呢一個嘅。咁呢個就講2020年嘅2月份簽約啦。咁啱啱嘅事嚟嘅啫。咁呢一單就係呢個竹君軒，又係涉陽啊，真係慘啊！就講緊係650万成交。咁就講緊係建築面積一模一樣噶啦，大家都係講緊係寬15尺，深大概35尺度啦。咁就講緊 exactly 地址就係落山道呢個96-106号呢個 J 嘅橋發大廈地下嘅 TT 鋪，呢個就係 TT 鋪，呢個就係 UU 鋪。TT 鋪嘅時候就成交咗650万，700万買入嚟嘅，就講緊係呢個2013年1月份。咁啊呢一間嘅時候咧就講緊係 U 鋪，又係700万買入嚟嘅，就講緊係2013年2月份。雖然兩間都係700万買入嚟，一個係2013年1月份，另一個係2013年2月份。咁啊呢個就賣咗呢個638万。嗰間就650万，即係叫做蝕少啲。望望樓上先，影樓上個樣。咁啊，講緊呢一度嘅時候咧，就呢個 foot massage 叫竹君軒啦，影樓上。呢個位嘅時候好明顯啦，就係咪縮咗入嚟啦，停車場啦，消費力極弱啦，冇計咯，樓齡57年啦，咁啊仲成交咗啦，總之係收到風啦。咁啊未註冊嘅，總之就收到風見到。咁啊，雪令翻轉面過嚟去望下啦。咁就個呢度，如果你真係市值租金嘅話咧，就大概2.5呢個話就要租大概13,000蚊到啦。咁呢啲位 OK 嘅，咁只要錢平可以解決日常問題咯。咁望翻入嚟啦。咁而家始終你明白，肺炎第五波就係世界末日啦。咁雖然就降感覺啦，如果呢個位再縮入嚟些少嘅時候，就650万一個5分位到咯，一個5分位到啦，5分至10分超平一分片咯，一個5分位啦。咁平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啦。再影多次樓上啦。咁啊，呢個會唔會重建呢啲唔會啦。咁10几层，你等市區重建局過嚟噶啦。咁啊，再出翻去土瓜灣道嗰邊，先係旺好多啦。咁但係呢個位嘅時候縮咗入嚟，呢、這個奶茶站有啲足浴店入去睇都冇得睇，算650万成交，我明年解嘅。好啦，買鋪要買得 pro。縮入你啲位要超級平先至 pro 啊！業主有冇放手機要揾我？我哋賣緊鋪啊，各位，呢間縮出入嚟就未必睇啱我。五分啦，市值啦 ，OK， 夠唔夠價？可以買㗎。